跑进来公司里面，我们看看有人。啊？我是 Thomas 啦。你幫我講啊 ，Steven 啊咩成？我鬼知你 Steven 啊咩成咧？總之我幫你講啊，你聽日買你，佢冇過去嚟講啊買你 call 個車主啊，因為車主住喺基達曼沙拉嘅。啊哈！啊，因為嗰個廠佢冇病啦，一間住係咪？佢都唔會嘅，佢揾病得熟嘅，佢先做。都頭先我去佢屋企做個鎖嘛，一跟住佢叫我介紹嘛，咧我話諗到你咯，因為你成日拖車，你知道我嘛。